出席品牌活动，一身黑色透肤短裙，内搭黑 bra 若隐若现，配上丝袜高跟鞋，独特的辫子造型看起来性感又可爱。Jennie也在现场摆出多个超美 pose 摆拍，引来许多粉丝纷纷大赞，这个造型只有 Jennie 能消化，太美了。不过部分网友吐槽说 Jennie 居然胖了，指出 Jennie 的下巴手臂都比以前有肉，有人批评 Jennie 看来都没在管理身材，脸上肉也变多了。但粉丝认为 Jennie 这样看起来很美，是因为原本很瘦，所以才会看起来像胖了。基础之前出席品牌活动也被酸民说胖了，笑他有双下巴，但近日基础出席海外活动，美貌和身材都完美，直接打破变胖传言。